洗头了，他不是吧？这个逍遥哥也还是，然后你知道吧？我们6点多钟就起来去买菜，后面他去上班，然后我就在那里做饭。我当时自己说，我说我走了，这个菜我不做了，笑死了！谢谢逍遥哥，感谢逍遥哥，谢谢，就是逍遥哥好，谢谢。谢谢啊，谢谢。等一下，丽丽她就过来了，很快的。我给你们放放歌听，好吧？我给你们放放歌听。又不知道聊什么，很不开心。工作不顺利吗？但是你有工作啊，你要想，有的人都没有工作，对不对？累，累。人活着肯定是累的呀，那不行，你要养生。那你要喝枸杞泡水吗？你要养生的话。欢迎啥人机器？末班车刚才丽丽以为你要骂他，他以为你要骂他。我跟你们说，丽丽她是一个很感恩的人，知道吧？但是呢，我希望有些人就不要欺负她，不要欺负她，骂她这，就是我也骂她了。我本来之前就跟她说了，但她跟我说她还是转了1000块钱，然后我说天，我真的是傻子。她说你刷的钱。给别人累呢。他去弄头发，吹头发，洗了澡啊，弄头发呀，头发还没吹呢。该欢迎阳光春天，欢迎洗澡去了。吹头发，要吹头发，比较吵。这里，等一下，不要急，你们不要急，我马上就回来，马上就回来。欢迎孤星泪，大家好。丽丽变苹果。说到底，他就是，太善良了，对吧？啊，随动，他太善良了。我有点不知道跟你们聊什么，然后有点尴尬，我不知道跟你们说什么。